们去灰灰家玩，因为表姐只有星期五，星期五晚上有空，星期六有课，星期天也有课，星期六好像晚上也有空啊。嗯。但是星期六早上要起早去上课，抱着个哈密瓜，袋子烂掉了，搞得要抱着。开好门在这里了吗？Hello， 灰灰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哦，那天哥哥一看到那个公猫上面的鱼，舅娘说给我捞的。哈哈哈！这个听说是小龙虾鲜肉月饼吗？放热，别不久了吗？在市里面就是不一样，什么鬼的？丫丫过来开箱，藤萍。嗯，拿开。看看小龙虾鲜肉月饼。小龙虾肉在哪里？谁要吃？看不出来哪个是，嗯，那你看出是小龙虾。哦，它已经不是红色了。那个不好吃吗？你干嘛？不想吃。嗯，好吧，看那个鲜肉。我会等一下，我会那个嘞，美颜嘞。小鲜肉月饼。好，看看你吃得了吗？等下辣了你就吃，浪费。随便吃，辣条都吃得了。这个的话，那个辣条辣了一次，辣哭了，等一下还要吃。快吃点水果，吃火龙果就不辣了。那你吃这个，是那个幼虫小贝。君君，你分享一个给表姐啊，顶呱呱，大拇指送给你。哦，这个给舅娘啊，舅娘这么大了还吃脆脆饼啊？我跟谁分享？灰灰，你不哭了吗？你才大，你看一下我们俩谁的脸大。你像你老、啊、谁是大脸灰？是我。你是大脸灰啊？谁是赖骨灰？赖骨灰是谁？大哥什么意思？大哥你干嘛？别乱动！干嘛抖一下我手机？还给我们，还给我们。我不给你拿。还给我们。都飞了你！你不给你拿。你指甲剪了吗？你割不及我了。割不及你了？什么叫做割不及你了？哦，你说我的抓住我的手割及不了你了，表姐来。她说我割不及她了，表姐割不及她。干嘛去研究舅娘的耳环呢？我都忘了我戴有一对耳环，今天上班那个慧慧给我的，慧慧姐给的，慧慧阿姨，好看没？是哪个阿姨？慧慧，你下次去高博达，我带你去看慧慧阿姨，好不好？单身慧，你也想要耳环吗？你妈妈那里保险柜有没有？去搂两对来给舅娘带回去。不放在保险柜的。哎呀，我要玩。你想要玩这个耳环有什么好玩？你有耳洞吗？我给你戴。臭脚。耶嘿，耶嘿，要绑我的手起来。把你手不能走，不能动。不能走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我睡你的高低铺了吗？要绑你起来，不能走。那我睡哪里？你睡沙发里面。妈，我不要，我睡你的高低铺。不能。我去跟你们睡，不然你们怕。不敢。那我跟你妈妈睡。不敢。你那个口水飙到我了。为什么不能动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赖哭了呢。嗯。你老师叫什么？老师。你老师玉米老师是谁的老师？我啊。那哥哥老师叫什么？笑笑老师。我以为他老师叫花生呢。哥哥的老师换了。又换了。换了去大班了，不读班。哦，对。读了大班要读学前班。你的是玉米老师。我是玉米老师。那哥哥你的是什么老师？笑笑老师。人家换了，不是笑笑老师了。笑笑老师。我换成笑笑老师了，换成胖胖老师了。对，换成胖胖老师。哦哟，跟舅娘一样，胖胖舅娘。警察告诉我。那你每天去我家玩没？去不去？啊？去不去？我带你去公园捞鱼啊，捞大个的。
不要小的，我们就捞大的，好不好？大哥。大的是鲨鱼。鲨鱼啊。他说大的是鲨鱼。鲨鱼我们那边没有的哦。嗯。我们那边有大大一点的鱼，没有鲨鱼那么大的。把我给带走没了。鲨鱼好容易会咬。我好怕鲨鱼的，等下我踢飞它。你踢飞它呀？你那个脚都不剩回来，你踢飞它。等下我它一口鲨就把你那个脚吃了。我用睡袋刀来割。用刀来割啊！你带表姐你做的那把剑去，好不好？你的那不在嘞。等下我要。要开始变身了。嗯，我都想撑一把伞去。你变住了，不能走。口水飙飙的你。灰灰，你做那个是什么？后脚。啊？我表姐做的好好的的，你要拆做一把长一点的剑是吗？你那个剑大功告成了，去远一点我看一下，不要指着我，你想刺杀本宫是吗？啊？总有本宫，总有刁民想害本宫。这么长的剑呢？这是什么剑？一把长剑。尚方宝剑。嗯，这长剑。你也想做啊？你自己做啊？玩具都没有这么多了。那得把小剑，你自己组装啊，那个是灰灰自己组装的。你在沙发底把你的玩具找出来组装起来就可以了。沙发底还有，嗯，叫表姐带你们去。那边那里有一个，我看到了。那里也有啊。拜拜。啊，拜拜，灰灰，拜拜。好，君君，拜拜。拜拜。